是在幻想未来的结局，珍惜着每次零距离，害怕失去，若即若离。我们不是故事里的主角，只是爱过的人，把记忆延续。噔噔了，噔噔噔，累死我了。写的什么菜单啊，腿都跑细了也没买到，是不是故意让我变瘦然后跟你抢不了花魁的位置啊？啥东西买不到呀？番茄。番茄是什么？番茄就是西红柿啊，大姐。西红柿又是什么？哎呀，我怎么又忘了，这可是在唐朝，哪有什么西红柿啊。这你叫我买什么？有什么买什么了，你看着办吧。好，哎，姑娘，来看看要什么菜。这是今天刚摘的，新鲜的。这些给我看看。这个，这个都是不太好的呀。这些个烂菜帮子，我都要。玉儿，你可回来了，你要给你买的菜我都买到了，可累死我了。辛苦姐姐啦，明天的比拼呀就靠你了，你可得加油。包在我身上。不飞燕，我做个锤子呀。我做。你给我买菜去。小姐，马上宵禁了，而且现在这个点哪里还有卖菜的。成心让我难堪是吧？哼，看来是时候展现我的拿手绝技了。哎呀，不对，那怎么弄？他的眼睛好像会说话，亮晶晶的，好看极了。这呆子，我是让你来帮我的，可不是在这看戏的。就让我捉弄他一番，给我玩是吧？是否如你我曾经的期许？珍惜着每次零距离，害怕失去，若即若离，穿梭在时空里。我们是不同时代里的身份演员，似曾熟悉，却猜不透缘分的第一。命中好吃啊。就这稀饭配小菜，什么破玩意儿。这道菜色泽鲜艳，气味独特，只需一闻就令人胃口大开啊。我先尝尝。且慢，这菜呀，它不新鲜，吃不得。不新鲜？待我用银针
试试看。这有什么？至于吗？不就怕有毒吗？要毒先毒好啦。没事儿、啊，吃吧吃吧，吃吃吃吃吃。哎酸酸甜甜，清脆爽口，口味独特呀！我宣布，第一轮厨艺比拼，偏局。我不服。晨钟不诉誓言，尽管陷入年少，只携手共度时光。